还有什么？量子套装，什么套装？量子，量子胸甲跟裤子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应该查得到。你就打量子胸甲跟裤子吧。等一记下，得在这里我的面。中文呢？量子胸甲，4188，然后冒号三。量子胸甲4188冒号三，冒号三，然后4189冒号三，量子互怼。量子互怼4188冒号几？4189冒号三。4189冒号三，还有呢？你那个负25有没有放上去啊？什么负25？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6111，611我有几把？2把是不是？2把包括我的啊，写在一起，两个一起处理的，6413一个，一个。以等一礼下，相他不能。识。等我一下，还在找。我要重打一下。可恶，忘记了，他不能那个。那不往后退。对。然后，新手刀。同产，同产是4470，数量一。红产是什么？你做的？对你啊，之后事后做的？对，我是用铜做的，然后真什么什么什么火红，真什么时候红莲剑？对，6111。总共2把。对，然后辨析式节点，我们是不是有啊？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有个东西叫辨析式节点？什么什么？辨析式节点。变。听不懂。你上线跟我说好我已经上线了啊。啊。等一下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17722颗，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可以打开放东西进去的那个包包叫哦，1172。稀释元件是不是？对，辨析式节点。变稀释元件，对，元件啊，那应该是元件，应该叫元不件。知道。稀释，变稀释元件是多少？我刚刚关掉了，我看一下，等我一下下，再看一次，有点难找。1772，1772，数量几数量二，报告我的。？OK，还有呢？就是一堆肉吧，我也不知道你就选牛肉2组好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肉。牛肉哦，牛排吗？对，还是就写肉，之前打到的。要不然写烤猪肉320，然后写2组，反正你一定有一组，我一定有一组，这样我们不用打太多。烤猪肉320，2组，那总共是一百，数量一百几？128。对，还有呢？我觉得就这样嘞，应该大概就没东西了。没有什么印象比较高的东西。火把，火把是几？我把，
火把我没有拿，你应该有，那应该是一组哦。你我是要说那个问你那个数字啊。哦。火把是五十。火把是五十，数量一组好了，六十四，好，就差不多这样子。OK，然后你先提交，确定署名写，署名要写什么啊？署名之后，他会叫你打标题，就写遗失的物品清单这样子。遗失物品，括号后面包含耳朵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了，后面包含耳朵。就写 AND 还有耳朵。嗯。好。好，那我就把它丢到那个是要丢到申请表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是上次你帮我丢到哪里就丢到哪好了。然后你要等我一下，我还在解那个警报。我还在解 Wolfram 的警报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今天有去申请那个什么地啊？啊，对啊。那个哦，你要记得去那个哦，你要记得去那个什么？什么？那什么？你要记得跟管理员说一声，说你有申请。哦。那个要讲一声会比较快。那个叫做保护地申请表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要说你有交，他才会帮你，他才会比较快帮你处理。好，保地申请。然后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等他们处理，是不是？对 ，And 你先，应该我们家应该有一堆木头，你先把家里补一下吧，就是至少盖一下。胶囊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福申请书投放处那里，应该是吧？不会没有吧？好，我你回来之后，我再来跟大家介绍好了，就算没人看也要。讲一下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好。对，我放弃任务了。放弃任务为什么？好，那现在你在哪？我现在在。那先回家一趟吗？我在申请书那里。TP 你。你觉得我要不要去问管理员那个我们的导游跑去哪了？对，你可以，那个什么，管理员说没有看到你的那个领地申请表。我说放在那个
什么地方？申请书投放书是吧？嗯，对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办？要跟他讲。要不然要再做一次吗？你的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下半身呢？不见了。我再调一调，它就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它就调一调就不见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下半身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调着调着，它就不见了。好，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好了，这个伺服器是叫做 Mindsword， 是香港的一个伺服器。那这个伺服器是版本是 1.7.0， 然后只有正版玩家才可以进来。嗯，然后这个伺服器有非常多的模组，有天堂啦，还有那个。有天堂啦，有暮光森林啦，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黑暗世界啦，而且还有很多的模组，不管是工业啊、魔法啊，什么都有。但是因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跟耳朵来这边已经是被打的，被莫名其妙已经被打的蛮惨的了。对，而且这边的怪物非常多。是强到不可忽视的状态。对，我之前还被一个叫泰坦的双头 Enderman 给揍的跟什么揍成那个死样子。嗯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展示一下他到底有多强吗？你不用啊，你去的话，他一下他会把你抓起来，然后把你啃死。啊，那么。所以如果你们看了会觉得累的话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伺服器，香港伺服器有玩过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比较不稳，然后也会比较，其实还好，对啦，我今天玩下来的状况，它已经算是香港伺服器里面算是比较稳的了。嗯哼，对，然后现在，我们会看到下面有些留言啊，什么什么留言什么的，那个是因为稍早前伺服器它似乎就是出现了问题，所以大家就是有点东西不见，所以现在那个身上的东西都不见了，辅助正在对身上的东西会不见，所以辅助会帮忙，辅助现在正在亲切的帮各位就是找回东西，让进行补发的这个动作。这个门也很蛮好玩的，对，那是一个很酷的门，这样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传送魔法石，你可以看到，也可以跑到史莱姆空岛啦，也可以跑到地狱，可以跑到天堂，我可以跑到建屋城区。但其实建屋城区跟这个地方其实是相通的。如果我看线上地图的话就知道。然后还有资源世界，它在1月16号的时候会好像会那个。会更新一次，然后还有中介黑暗世界我没去过，因为我不知道那边会有什么，听起来就蛮可怕的。嗯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吗？拜拜。不可以这样抛弃我。拜拜，不可以这样啊。拜拜。好啦 ，Andrew， 那我们现在主要，我现在先去问一下辅主说，那个，请问我们的。的那个跑去哪里了？好，就是说之前提到的导游了。稍等我一下哦。神秘末影下地。好，我回来了。等一下，哦，东西补来了。什么东西补来了？等一下哦，那个
跟管理员说一声，他把我们的东西都补齐了，是吗？是补在你那边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太好了，非常感谢，我们的东西补齐了。嗯，那先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先回家一下。那刚刚府主说要先等一等，好，因为他们可能正在跑，正在忙其他玩家的事情。OK。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正在开实况，所以他们会优先把我们的东西补齐。还好吧，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写了两个人，所以就比较快补齐。一次处理两个人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先来带各位来去我的家，然后 and 哎，谁？我回到家里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又是可怕的事情。你进来就会知道了。进来就会知道。在二楼。你是不是盖了什么？不是我盖的，是你弄的。我弄的？似乎也不是你弄的，反正就是出现了那个东西。不是，也不是你弄的。你先回来。我回来了。你先回来吧。我回来了。然后呢 ？And 你去二楼。我去二楼。我去二楼。你这个样子好畸形哦。就是没有脚而已啊，我晚点再想办法弄回来吧。请问一下，我的床呢？在楼上啊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的床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拆你的床。不会吧？又招小偷？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看地上有这么多萤火虫，这哪是？哎，断线了。我断线了。你也断了。我也断了。好，我重新整理一下。这个是你放的吗？还是原本它会自己生啊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种木头哦，它重开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我正要跟观众讲说，有看的人讲说，如果它断线了，其实属于正常现象。哦，不用太紧张。对对对，因为最近就是他们正在，对他们这边有很多、就是、很多早上刚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现在要处理会比较慢。对。嗯，好，我们再进去一次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有点进不去。嗯，正常正常。他应该还在重开吧？所以你的补偿什么时候到的、啊？今天刚到，刚刚就到了，直接到你的包包里头、啊。对，都在我身上。你写那些都在里面了。对。Oh yeah。不过猪排是不是给多了一点？猪排怎样？猪排是不是给的多了一点？因为不止两组哎、欸。什么？我没有免费的猪排吃。他给到两箱，没有啦，没那么多。他给了我们至少六七组哎、欸。可能怕新手20吧，也傻逼死这样。对，差不多。反正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不算什么。然后，哎、欸，伺服器好像没有了、欸。那等一下哦，那耳朵我们先去玩另外一个好了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伺服这个 1.7.0， 因为是用他们自己那个的，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版本去弄出来的。那如果我用这个伺服器去寻找别的 IP 位置，可以吗？你觉得呢？嗯，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我是说，把你们的，就是把别的国外伺服器地图打在这边，由这边去寻找，这样找得到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哦，那可以啊。那给我一段时间，我去。因为它也算是一个那个、啊。哦，不需要自己再另外登 1.8 的，是不是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不用不用不用的话，那我去找找看。对，等你是要就是去别的伺服器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反正因为我上面只打麦块嘛，没有打别的。嗯，好，找一下哦，那个叫做 Minecraft， 然后
带你去打那个啦，战神啊。我等一下把它PO给你。你还记得把那个分我？啊，不行，他要 1.8 版本，来换一个。你要换组，就是原本的，原版的。对，我们这个，哎，他重开嘞。重开，那我们直接进去啊。他重开，那我们再试试看。好，我进去了。还有为什么你的床不见了，连床都不见？没关系，我知道怎么查询。稍等呢。好，你先把东西放箱子吧。啊，好，拿一下，免得到时候又不见。对啊，放。哦，这个牌子有什么？哎呦。有，现在箱子都有。你看，那么多。对，你看，两个增红莲火石剑，哦，不错。哎，没有，没看到。你要不要肯定去啊？那个，我看一下这个怎么不见了，而且为什么变成一块原木，不是一块木材？辨析是节点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？奇怪，VI 怎么展不开？这个是谁啊 ？V 什么的 ？BD？ 哎，对，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件事。等一下，那个有人把是 VIN 什么的吗？床的英文怎么拼啊？找我可以帮你查查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要查询东西，如果东西不见，要放一块木头上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才会有记录，才会有那个放东西上去的记录啊，不然它只是单纯被打掉，是不是？你说 VIN 什么？因为我对这个人有印象，他真的在我们家晃，然后丢了一堆西瓜。就有一堆西瓜，我要。那个辨析师节点好像放给错了。床好像不能锁吧？床不能锁啊！问题是你没把家里围起来，他就进得来啊。保护地申请完之后。就做一个限制门，让我们可以进来就好了。啊，至于床，你就当作送他吧。没有啦，你这样讲不行啦，你这样子，你还是要写申请表啦。等一下哦，有人要传送我。等一下才这样子。哦，他说 sorry。怎么说 sorry？ 他刚说 sor。啊，他传错人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拿到我的床，他没有注意到啦，他刚刚还给我们了。找到你的床。你帮我跟他说 it's alright 啦。你要说已归还的。已找回来，已寻回。然后，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去。店的门口有。这位是流浪者，他对他点右键可以跟他做交易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水晶。他不是敌人，他给的东西我也不想那个。他的眼睛是红色的。
Enderman 的模组好奇怪哦。你觉得我要不要做一個？你觉得我要不要做一个木门啊？要啊，至少先把家里围起来吧。嗯，不然随便就进来了。也是哦。好，没关系，啊、我就先食物被收成一片了。他的声音好怪哦，哇哇哇！对了，辨识式节点不见了哎、欸。辨识式节点我放在那个箱子里。我说我把它拿出来，想说是不 是怎么使用，然后就把它展开，它就不见了。展开就不见了？你说什么？就这？不会吧？会不会你拿了几个？拿过了。我拿一个而已啦。拿一个而已。哦、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搞错了。我们那时候弄丢的那个东西应该不叫辨识式节点。那不叫辨识式节点啊，那个叫做……哎、欸，真的不见了！它真的不见了，剩一颗啦，因为有一颗不小心被撞到地上，然后就不见了。那个不剩下的那一颗也被我撞到地上去了，哈哈哈哈，没了。什么？哈哈哈哈！我看到它了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、啊，我写的是辨识。好，那现在就冻在那边了。算了，就不要理他了。对啊，我们原本要找的东西我也不知道。那个叫做辨析式元件啊，我是写元件啊，结果他给我节点。好 ，OK 了。因为你后面标的就是节点的啊。啊？你为什么要围这样？就你不是说围起来吗？就先围起来啊。我以为你要围用玻璃围耶，怎么用这个围？我现在没有身上没有沙子啦。哦，好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开沙之旅哦，开沙吗？还是被沙？嗯，开采沙石，我们来那个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、哦，这个木头哈、哦，其实是暮光森林的木头，那它会不会一直生萤火虫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目前看来是。是吗？因为我今天捡了很多只了。那太好了。哎哎哎，恩德啊！啊，你干嘛故意把他关进来啦？啊，他自己走进来的，不关我的事哦。他自己走进来的。我想说，哦，你也要进来吗？然后他就哦吼，然后就进来了，这样。好，欸 okay、拿起你的红莲火石剑，那个他的杀伤力很高。然后我记得我们身上不是有铁剑吗？铁剑我把它带。铁剑我刚刚收起来了。收到哪去了？铁剑在这里。哦。那前面这个箱子。然后拿一些食物啊。哎，你揍他！不要揍他！不要揍他啦！没有，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那个缰绳，不要啦。缰绳，不要收服啦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收服、欸？哎，它很吵哎、欸。哪有啊？我觉得还好啊，很可爱啊。它是青蛙吗？蛙，蛙，蛙。让我抓抓。不对吧？它应该早就……它应该是可以抓的吧？不知道，反正打死就算了。剩两滴的时候就不要打喽。所以剩两滴还是没有成功，那就放它走。好。就这么决定了，哎、欸，不给抓了，还剩两次，不给打了、欸，不给打了，知道啊？不知道那个吗？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打好了，好吧？你再继续打吗？没有吗？我断线了，你断，嗯，居然会断线，不要再打了，哎、欸，我也断线了，哦。而且这次是远端主机已强制关闭一个，为什么哈、啊？他又关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真的耶，线上地图一直关。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只好换你去开一个正常的麦块出来，然后你要选 1.8 版本。嗯，我们那个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打 Warframe 啊，啊不是，那个 Warlord，
啊，这么多 word。我等下会告诉你那个 IP 是多少。好，你先到啊，先生。等一下哦，因为又断线了。我们这次大概过十几分钟再回来玩这个吧。等下，那我 OBS 要不要改成？要不要游戏截取是不是要改成1.8？要，那我需要关台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吧？哎，好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应该可以吧。喂，奇怪。你开好了吗？我正版的密码忘记了。加油，你！我先把那个打在上。哎，等一下。先关掉，然后，Hello，哎，不是啦，资深建筑师到了啦，嗯，Hello，Hello，嗯，对，我们要。这个感觉有点尴尬。怎么办？他不讲话哎。And 我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又是什么啦？我刚刚下麦之后在嗯了半天，那个，请问在吗？Hello？头衔好长，是不是他看到了？刚刚啊，你看 RC。我知道啊，不过我看到头衔好长哦，我总算看到他的后面的真正的名字这样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，Hello，你。怎么办？这样感觉好尴尬哦。等一下吧，或许他正在找麦克风啊，对不对？你给他找一下麦克风嘛。哦，好，哎，你可以上线喽。我可以上线啊，我说香港那个。我知道啊，我正在努力的登录中，我们什么时候因为有原我汁发现精我正版华？的账号暂时不见了，啊？哦，那你要花点时间找找。对啊，没办法，但那个就不要今天找了。好，那既然他不说话的话，我们就先去做点事情吧。等一下再，等一下再找等他他吧，开或麦许再他说，在里面吧。应该是。
其实他打算在里面打字就好。他在里面打字？可是没想到我们都不在里面这样。我在啊，你在。我在里面呢。好，然后我的，等我一下，他正在努力的登录中。你看呐、啊，都是因为你去打那个谁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哇！你去打那个流浪者，人家等等人家商人卖东西，你也要去打人家。好了，我想先问一下，这个游戏应该是有宠物插件。诶、欸，他不讲话，好尴尬哦！这个场面感觉很尴尬哎，他都不讲话，他可能找不太到麦克风。不要这样，搞不好他在忙。嗯、对。Hello。你先说不要这样，结果又给人家 hello。这啊，那我们先出门去。请问，等一下，欸、我的剑呢？啊，你们没上锁，你在那边。我铁剑呢？我拿一下。我铁剑是不是在你那边？应该不在哦。该不在。我先锁门啊，你门开了也没有锁。我才刚弄好门，你。各位不好意思哦，那个今天等于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面开实况，那基本上要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现在等于是一个毫无方向的概念。所以我们决定就是去、嗯、我们今天 这一集应该就是去挖个矿啦，或者是那个的，等到本来有找导游，可是导游来了没有说话，让我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接，所以我们会先去解一些新手任务好了。Ender 忘记怎么锁门了。你我记得是放牌子。对，然后中间要打那个英文是什么？中间，你 P R I V A T E。嗯，然后哎，外框要有外框哦。没有反应。没。哎呦，断线了。嗯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也断线。你也断线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的门就这样放着。怎么办？稍等吧。他现在好像一直处于一个狂断线。可能人比较多吧，因为20个人，我觉得已经算多了。啊？20个人算多啊。嗯，然后我现在又找不回我的账号。你账密忘记了？密码不见啊！但是我输入我原本应该对的密码，他就不给我对啊。就不是是不是？是啊。那要怎么办？嗯。而且哪有人忘记自己的密码的？太夸张了。我记得啊，那个密码我确定没有错啊。问题是他就是说我打的密码是错的、啊。
但我要姓谁？当然要姓他。然后怎么办？嗯。嗯，再登录看看喽。可能是就是我们网络比较不好，没有连到的。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状况，他们好像都没有人在提断线。把你的麦克名打出来，你麦克名是什么？ANDREWSHON 好，嗯哼，嗯，好，我打出来了，然后呢？又断线了，那。为什么要把我的麦块名打出来？奇怪，谁让你把麦块名打出来？那个辅主跟那个资深建筑师，嗯，你找到你的密码了没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那你要怎么办？等我一下。你官网有没有记录？我在试密码，等我一下。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奇怪，怎样？哦，登进去了。啊，登进去了。嗯，好，那进去了。我就说我密码没有错。OK， 那我就先把。场景游戏截取的场景设到 1.8 哈，嗯，好咳咳，嗯，好，那我就先把这个，哎，不对，哦，打在 RC 上哦，好。你就在伺服器位置，你就新增伺服器，然后进到里面。那我也会时不时看一下那个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哎、欸，原来我有。你进去了吗？正在登录中。我也是。你那边会有杂音吗？没有。他说：“等等 ，OK。”我们先玩一下小游戏来拖时间好了。嗯嗯，你进来了吗？嗯，哦，跑得有点慢。我念你要听晚拍啊？
这的网络有好大的问题哦。What？失去联系，又来。电信业者的问题哦，了解了解。怎没有啦，他那边 server 的网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好像是电信业者的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会先用别的来拖。不要他好拖像嘛。也是香港人，他打的字有一些我没有看不是很懂，你知道吗？用，没好关系，吧，他不要紧。我那一句那些我看懂了。怎么一片黑呀？好，我们要去哪里玩？你先等一下哦，我要重连一下。那我先把1.7的香港伺服器先关掉好了，这样先对，省略一下空间。等修好后我们再回去。嗯哼，好，那我们先玩个两场吧，玩个两场再你现回在在去哪吧。里？诶，大厅里面，大厅里面，那你按，你讲个集合点，我过去。按我在一号大厅。指北针的，你按指北针右键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了没有打开，等一下我调一下。我想点，我点了蜘蛛人那个头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游现在看戏，不到新游戏。你点你看能不能找到 Warlord 我那个了。战争之神那个。YouTube 明细没，我又失去连线，奇怪，今天的网络是很不稳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你那边的网络，我那边的网络不稳，你，对。那你那边呢？可能有可能，我这边很顺啊，你这边很我顺。在这边说 OK 啊，YouTube，对啊，他说你 YouTube 明细没？这，我看一下哦，他是问我的频道是不是？这个吧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糟糕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还是这个？点什么都不顺啊！我点了也没反应，真糟糕。啊！哎呦，做了什么事？奇怪了，为什么？你今次想拍吗？正在拍啦，正在拍，但是并不顺利。但是并不顺利。断线状频率太高。问题，
完了，耳朵不行了，这个伺服器我也进不去了。哎，你家的网络整个到底是是发生什么整个是事了？内格的啊，完全是内格的啊。好吧，那先等登一上下去。吧，我们回那个 Mind Solo 的吧。你是台湾定香港？一加四二网络正常返，但是 CPU 又爆了。你的 CPU 又爆了？不是，他说台湾定香港完了，他写的我真的看不懂哎，怎么办？要不然你传给我看啊，看有没有办法多人通话，好不好？起码我还是看得懂简体字的。这不是简体字的问题，你这样看你看得懂？你去啊，你去啊，怕你啊。你看呢、啊？嗯，你去哪里？你的私讯，等一下哦，我翻译一下，我真的怎么连私信也很慢慢拍了？什么？你用 RC 的私信哦？RC 对啊，我没看到，你没看到？怎么可能？没看到。RC 资讯不是都在下面吗？下面那一排，对啊，没有啊？哦，有了吗？嗯。就是你应该是他应该是问你说你是不是用台湾的网络连过去香港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网络通道是正常的，但是最后我就听不懂 CPU 是指你的还是其他 CPU 的。爆了，对啊，不知道是指你的还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很麻烦嘞。我先等等看，我能不能进得去。好，那我重开一下。我进去了。你进去了，那我也开。不过需要等一下，不我过进去还是会累基的。本上应该不是我，应该不是不完全是我这边的问题。我把我也那不确个定。1.8再设回来，1.8的我先关掉。不知道怎么锁门呢、欸？是 PRIVATE 吧？对。记得旁边要先加两个框框哦，这样应该才会有效。那你是 AND，然后嘞？ANDREWCHON，等一下，我要把那个影像调低一个。影像要爆了，不，CPU 好像要爆了。等一下，好，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。
应该 OK 吧？Ender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打开这个门？等一下，我要先等我的东西出来。断了。半个钟头后重新开放，半个钟头后重新开放。啊？哦，他说话了。啊，不是，什么？是 server 组了，广播了。哦。问题是我刚刚听不太懂。所以刚刚是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香港人啊。嗯，我第一次听不懂。因为他讲的是广东话，广东话哦，广东话跟虽然跟国语有一些相近，但是还是有差距。似乎是在讲伺服器的事情，应该是，我想应该是。怎么办呢？嗯，我想提一件事情，可是你也打我。什么？咱当我 friend 啊？好啦，先等等吧，我觉得暂时、暂时还好，暂时先等一下。你们觉得咧？反正观众好像也没什么意见。嗯。那个，那位建筑师，我们先转战为别的游戏，等你们这边搞定之后，我们会再来，我们会再实况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你们先忙，我们先去弄别的，先去看别的东西。好，那个耳朵，我们先开那个吧。先开啊，真的。嗯。对，我一直都在 OK 的状态。我开 Warframe， 然后我把那个改成改一下好了，把名字改一下吧，不然进来，不是说好是麦块吗？为什么变 Warframe 这样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也没办法。没关系，你要练犀牛，我要练 Nova。对。那我就把游戏截取改成 Warframe。然后我切切，啊，哎，你上过分了吗？因为刚好有一个50000元的警告，看你要不要跟。好，我跟房辅助讲一下。好。接下来呢，我换了一个护甲。护甲。好，我先邀你啊。
是战甲吧？对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咯。走啊。要拿什么？拿剑笔，来当一下剑笔。木星警报 ，OK。然后我们还需要，因为有点难度，所以我们需要谨慎点。有可能最后三个都是我来解啊，看状况。也是可以啊。我不太会解间谍。啊，有一个路人。Tenno, I need you to get inside enemy data and retrieve crucial intelligence data. 哦，我们要去哪？当然就是等路人进来啊。路人呢？捡东西。我的网路。捡东西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Yep. Due to our recent attacks, 为什么被冰冻了？因为这旁边有一只极寒。哇靠！这难打。我打不动啦，这个。对不起，我打到你了。我要死了，我觉得。干老战术啦。老战术一路砍过去。开铁皮啊！我真的。里面开铁皮。我没想到，我来这边居然不需要跑。你怎么打倒下了？我去救你。啊、你在哪里啊？哦，在前面一点。但怪也太强了！我来了！啊，我们直接去 A 点，你跟我到 A 点。好。哇，他拿了什么东西啊？弓哎、欸，可是。好那个，我靠！好，那进来了，好，预备。我们有四个人有一个在上面。对，我们有四个人。正常来讲，这里一次只会来一个人。哎呦！哦，你怎么启动警报了？啊啊，不然嘞？不要启动啊！那啊，不然会怎样？我们要隐秘啊！我的东西会不见啊！哦，那加油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有躺算了。我用警报器，我用破解器。他在销毁资料。成功了啦！还好还好。哦呦！不要启动警报！好了，不能用枪的意思是不是？不要杀怪，除非你有一击杀掉他的概念。我没有。等一下要等他吗？要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很那个的跑来。算了，不等。不等了，上去。直接抛弃队友。那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等他，里面没有怪打得死他啊。哦，里面没有怪啊！我 Nova 在里面都活下来了，我就不信他会活不下来。先味道，嘿嘿，这边有神经传感器，有捡到啊？在哪里啊？不要在地上。地上在哪里啊？我不要了，神经传感器啊，二号。你在哪里？我正在四处跑。怎么了？我不要啦，不是吗？你没有捡到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有了。早就捡走了。你今天怎么一直卡住？这个笨犀牛。犀牛哪里笨了？它只是比较硬而已。你等犀牛等级还没有上来，现在才会这样。
还会这样鄙视他。一向等级上来的犀牛是非常可怕的。你在哪？我不知道我们的队友在干嘛。队友不要理了啦，不能不理他。万一他解锁失败两个，我们就全灭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是我的错啊。不是是归不是啊，但是尽量不要有这种事发生啊。哦，糟了。乱七八糟，小心地上那个圆形的好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正在砍了，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哦吼！我把自己的能源给，怎么到处都是那个东西？现在要往哪里走？往 B 点啊，现在只剩 B 点。我走啊 ，B 点在哪里啊？上去，哦，上去！哎呦，你什么东西啊，臭恐鸟！我觉得我现在走的是对的，是我已经被发现了。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已经努力在下怪了，我已经很努力在奔跑，可是我跑得超慢的。这边不能走吗？不要怪犀牛的跑速，它就是这样。你要跑跳，快点，坐电梯。果然还是刀子好用。哦呦！好，结束。掉，他离开队伍了，被我们抛弃太久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太那个了。我也觉得。我不知道 B 点在干嘛。B 点在哪里啊？必须去看一下，就去看一下。哎，撞墙！哦 no！ 你来算哦。接下来隐秘行动对吧？没有错。哎，哦，又被哦。我知道了，那个怎么感觉像一个擂台？啊，好痛！这次应该不是我吧？是，又是我？没关系。不是啊，我什么？我很那个耶。我有破解器。不是啊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连子弹都没有发。你被看到了。最好啦，我明明就一直躲在旁边没动。没差，我去 C 点了 ，C 点我来解决了。啊、哦，不打了。哦，躲好。呜、哦，耶、yeah.。你狙一个呀！我觉得我跑好慢哦，像一个大笨象一样。哎，就跑跳啊！在这里。这是不是要电梯？人嘞？不管了，先走。你在哪兒？我在杀怪。
死掉了。你快来帮忙啊！我离你超远的。好，没救了。正在路上啊。进去啊！进去接啊！我跑那么快干嘛啦？没关系，你有谁要跟上？任务失败。好，够了。你就拿你喜欢的，不要拿犀牛了，暂时不要拿犀牛，犀牛不适合这种任务。对啊，我想也是。对，因为你犀牛，你不知道犀牛还，你还不知道犀牛该怎么玩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他跑很慢，跑超慢，真的跑超慢。对，你拿你熟悉的，然后答应我不要杀怪，不要杀怪哦，我的弓已经没有了，我的装备，螺钉步枪有嘞，可以做了吗？还是已经做好了？已经做好了，不可能做好了。是假的，拿出来用啊！好诶，可以拿出来了，嘿。好，走吧。又是警报啊！要打这个啊！天啊，50000块！而且我已经在这上面丢了这么多破解器了，怎么可能让他就这样过呢？他好没啊！我觉得他不在。那我觉得我们先离开队伍好了。我已经开始倒数了。唉，不管啊，这种警报吧就是这样。我特别不会给警报。希望这新加进来的路人会打警报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，我也不知道。希望他有破解器，呵呵，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有那么好的事吗？天啊，正常警报是就是三个点，只要有解开两个点就解决了。拿什么？刀啊。哦，跟在他后面可以捡好多东西哦，好爽！Tenno, be on the lookout for increased security measures. The enemy would rather destroy their data than let it get into our hands.我先去 A 点喽，那我跟着你。不要吸引到怪哦。因为我自己是自带隐形，所以我才冲 A 点。好，顺便教你怎么解这个。哦。Shit, A 点我不会解。哦。等一下，我没办法跟你去了哦。什么？这就是螺钉步枪？哦，的确还蛮强的嘛。你现在在哪里？shit！ 触发警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迷路当中。我现在在 A 点，不要过来，我 A 点要解了。好，那我在 A 点掩护你。
啊 ，C 点赞 ，C 点最好是给我解开哦。好哟 ，C 点是谁啊 ？C 点谁在 C 点 ？C 点 ，C 点在销毁资料。我等 C 点，我等 C 点。天啊，我觉得我破解器要浪费掉了。啊啊，剩一个 B 点，剩一个 B 点。哎呀，我还是最后用刀了，真该死！你是在我后面吗？对，我在你后面。哦！算，别解。自盲，麻烦死，直接把他打掉。好 ，OK， 搞定，搞定了哈。这个地方赶快把它解决掉。然后现在变解密了，所以需要一点。好，尴尬的解密啊！哇靠，中龙！我的去你的，坏掉吧你！你要丢三技，不是丢，不是丢字吗？这边的等级有点高哦，拿东西，当然不忘了偷东西，快跑哦！啊，跟他真是又跌倒，讨厌呢，我讨厌那种摄影机。游戏，这叫你不要用犀牛，用犀牛就不会跌倒啦。犀牛不会跌倒，犀牛不会跌倒，你铁皮开着谁也不能伤害你。啊！啊，受不了。每只角色都有他强悍的地方，看不出来啊，打一打就躺。那是因为你还很低等啊，犀牛要像我这只啊，有练过了，也起码也不是全无的状态，就会比较硬的。算了吧，慢慢练啊。现在在哪？现在要去哪里啊？现在要把所有地图上的红点都消掉。地图上，因为我们被敌军发现太多次了，所以那个他们派了大量的人守住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要灭口，灭口。对，好。你们在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？你们在前面追杀怪啊？哦，你们跑到屋顶上去。哎，撤离点是要在哪里啊？撤离点，有错了，靠！竟然不等我。撤离点，我先到撤离点去。应该有相通的路吧？啊，先撤离点。有相通的路。基本上就跑着跑着就会到撤离点。我到了。有，很成功。四周没有东西。螺钉步枪还好啊，怎么可能还好而已？还有一点点强啦。好吧，之后你就会觉得它超强。什么东西都嘛是，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。我们会推荐你犀牛跟螺钉步枪这个组合是有原因的。耶，我有六万了。六万，好多钱、哦。所以我们还是有钱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会没钱。不会啦。很有可能，最近都触发那么多警报了，能触发的都触发了。螺钉步枪，我看看，我等级五，才五而已哦，那就用四。
后再罗定步枪要插膛线。膛线我没有膛线，连破掉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好，加一个弹药最大值好了。好，不用那个不用加，没差了，对我来说没差了。好，好，下一张图。然后带上你的犀牛吧，我帮你练等，帮你练上去。啊，带犀牛、哦，好吧。对，帮你练等。虽然我实在不想用。那是因为你铁皮根本就还没有起来啊。嗯。我们打完，反正你就带着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们打完这张之后，再回麦块去看看。好啊。就算你不喜欢这只角色，你至少还是要练它。快点、啊，打哪一个？你挑我挑。我在想，我挑。丁星集团。哎、欸，集团？这个应该可以。哦。集团啊、嗯，你会需要这个集团的。你有加入佩兰数列吧？应该有吧，然后加入有加入一个血色，对，是吧？啊，那还是需要再把你弄起来。哎呦！给皮注意一下那个，哒哒哒哒哒，好烂哦，打不死啊！怎么会打不死？要不然用苦无雕。他远距离打很难打、啊。红鸟反而还比较好打。哦，原来我这个是……哦，哇哇哇哇哇！我有人会倒，我倒了。冲我们前面干嘛？哦，你切了你的犀牛，切了最重要的东西，难怪会这么容易没铁皮。我等一下拿给你，今天刚好帮你打了一张。你怎么又打了？哦、不用，没关系。我倒着也比较好打。好，可以了。哎呦！啊，哦。就还剩一支啊！这些特工的枪好像还不错嘛。哎，滑下去！特工的枪当然好喽。希望回得回来。特工手上拿的枪就是他这个数列，他那个集团会给你的武器。哦、oh. ，对，
等一下留最后一只，我需要让那个战甲补一点血，但我刚守这东西补一点血。真该死了，快死了！需要救你吗？要。我现在等级比你低呢。不会。新角色啊！我就不信你这只会比我低的，比我高的。嘿，你杀了最后一只吗？嗯，好，还剩几波？到了，又摔下去了哦！还剩八波，摔下去不会怎样？感觉很糗啊！哇，能量不足，不能用护盾。为什么不能动了？啊！又死了！哦天哪，我要死了啊！好痛哦！我觉得这次有可能会失败，我们不该打这种关卡。啊！嗯。啊！你死了。没关系。我是不知道他守不守得住了，哎，等我们换关好不好？我都在很努力的打了，我觉得有需要换关。哎呦！你有带的是 Amber。嗯哼。而且是没有练过的 Amber， 所以超惨的，这就是。在那种地方也可以死哦，被射到哈！啊，加血！不用不用不用救不用救！哪里啊？我打不到他，射！射到了！靠，给我站好位置，麻烦。飞鸟。好啦，局势稳定下来了，留一只给他就好了。那只鸟那边飞啊，把他爆了是不是，知道吧？他自杀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太希望他自杀的时候。那自杀，我们就会用很快的速度结束这一回，就没有时间让那个冷冻舱回血。哦呦！靠！我自己射倒了。在哪里啊？你们老是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我在追杀怪啊，那就怪喜欢到这些地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赶快去救点啊！
你怎么又倒了？我就说了，我兵低等啊！我等等，哦吼，我零等欸，你零等，你什么角色啊？哎呦，我是 Amber 啊 ，Amber 哦，啊，完了啦！哦，干！机枪，我觉得是有练到了。哦天哪天哪，能量不足啊！因为你没有他能量红吸。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别打我，死了是不是？还有几波？还有四波啊！嗯嗯，突然有点厌倦这个。本来就不好守啦，而且重点是对方会拿枪。靠！你到底是去干嘛的啊？我也不知道我是去干嘛的。我觉得我拿这只角色就是被欺负的角色。我要终止任务，我不玩这个了。好啊，终止，终止，终止。受不了了啦！打该打其他关，该打其他关。真的是哦。我问一下，现在伺服器到底 O 不 OK？不知道，等等，加错了。嗯，继续剩两点，你在干嘛？打输了，好，我们打输了，嗯，非常好，我们打输了。啊，我先关游戏，我们再回到麦块看看。等一下，你要我干嘛？没有，本来想说，那个、啊、你就开着，我帮你打。啊，他说还没有打其他关，他说还没有，那我们继续先打 Warfan。对，我打什么？打海王星守卫，等级没有练上去，我带 Amber 去根本没有用。不只有犀，你嫌犀牛弱，我也嫌 Amber 薄啊，也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等级，都还没有升上去，东西都还没有弄好，唉，这是正常现象。那接下来打什么？打我擅长的啊。哦，燕翎进来了，对啊，等级啊，30到40，我完蛋了我。你打过这关？我连毛毛都能打了。哦，好像有印象。他们不会拿枪，所以没有关系、嗯。跟刚刚那一关比起来，怪这次是不会拿枪的。但我 Amber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插？靠，真的哎、欸、！Amber 什么都没有插，没有插 mod。哦。嗯。我要不要直接点开始倒数啊？等燕翎啊，他可能正在弄东西。不知道。罗丁步枪。啊，点开始倒数，点开始倒数。我看他东西都拿齐了、啊，哎、欸，等下提醒我把能量红吸拿给你。能量什么？红吸。哦，就是让你犀牛可以开铁皮开多次一点，大概每秒帮你回能量。嗯哼。
Our position has been compromised. OK. Defend the cargo until reinforcements arrive. 好，接下来咧。阿林卡住了，所以我们先过去，他等下才能进来。OK。应该是。呜呼！你开了？啊？哦，我可能踩到了。很硬啊，这个家伙。不能开枪了，该死！耳朵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开枪啊。为什么看不出来你在开枪啊？因为我这把枪只有两发子弹啊，蹦蹦两下就没了。什么？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不要看一下我打一下他们的残血？直接冲过去打你了啊，烦死了，你们烦，讨厌。不要焦躁嘛！谁在啊？反正阿林进来了。你？阿林进来了。哦，中毒，中毒，中毒，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他为什么会没办法回能量？太小。没子弹。安心啦，守得住啦。哦，好多好多！不够不发喊救，你明明就活得下来。好了好了，清怪了清怪了，清场了清场了。呀呀呀呀呀！喊死你们干爆炸！没有，那只是我在清场。在，我刚没有把清场枪拿出来，就只这样而已。第二波结束，还有几波、啊？三波，还有两波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这犀牛只要从高一点地方掉下去，会有震波。没有。是不是还剩几只啊 ？OK。我可以用第三招嘞。第三招是什么？弹吼，帮你加攻击力，不过加不多。要等第四招。第四招是打怪才的。哦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真的变得感觉变得有点强了。爽。
再撞。哦，好吧。你的铁皮还在吗？结束了。你等我看看，你的铁皮还在吗？什么铁皮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的铁皮破了。破了，那就再补啊。现在有能量就对了。好 ，OK。喂！我看一下助燃到底是什么事。啊！好多、啊！不要吓我！你还有连续开了五枪呢。反正，哦。我还可以边吃泡面边刷这一关，你就知道这关比较简单了。没，因为怪不会开枪啊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，怪不会开枪啊，怪不会开枪，我也不开枪了啦。其实你乖乖站上来，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练枪。为什么？我护甲用完了。你可以看你的角色啊，你的角色如果不是银色的，那就是表示你不在用完的。鸟嘞！你一定没有开铁皮，不然你总会被分出去。什么？我是没开啊，因为被打光了。啊，撤退撤退，一波就好，一波就好。撤！唉，好，我去拿东西给你。你一定没有开铁皮啊，因为被打光了。嗯，奈米包子可以吃吗？为什么你们打字，我们这边全部都听得到？我打字，你们听得到？对啊，全部都听得到啊。可能是我的滑鼠，我的按键盘比较吵吧。金属纤维持久力，所以那里提示是什么？哦，这个11/11，弹道偏转。嗯，等我一下。C 配置。我们去。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在装。我要拿东西给你。在装 mod。你在装犀牛的吗？对。犀牛就是撑血量先撑血量撑护盾。哦。对，这两样东西撑起来。再考虑其他的。嗯哼。哦，果然。这个不够的话，克洛诺斯还可以再升一，升三个。
没了呢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换角色。接下来换什么？好了，继续刚刚的那个、啊。嗯，因为你的犀牛现在几等？犀牛啊，看一下，三等而已。哦，三等吧，十一等，十一等，十一等，还是要继续啊？啊，还继续打这个、啊？我要练角色，虽然说有点无聊，不过我要练角色。观众看了也无聊。还好啊，好，等一下换，等一下换，我们等一下去打神殿。嗯。不过没关系哦，这个才刚，这个台也才刚开始，可以前面无聊一点没关系。对啊，我想想，你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任务？库佛。我接下来的任务、啊。系列任务，系列任务。系列任务。我觉得这可以暂时先玩一点。我想再去试试那个国外伺服器，我不相信我开退取，我那个游戏就没办法玩。我觉得不是开退取的问题。还是你用大电脑在开啊？你用大电接到大萤幕上面去啊？我是用大萤幕啊，可是我之前那个已经调整过了，滑鼠也不会有那个问题。嗯哼，觉得在近战比较有感觉。你觉得？啊？想到了，我们去打 AV 男啊，有趣、哦，超有趣的。什么东西？打什么？哦，就是帮你做近战最强兵器啊。哦，最强近战、啊。我喜欢就是玩近战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弓箭。人不知鬼不觉。嗯，还有声音就对了啦。哎呦 ，OK 啊 OK 啊。哎、欸，你就不要在下面玩了。你这样快会，你这样铁皮的东西就没了、欸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在装死是不是、啊？好水呢，皮拉吉，耶！不自用啊！哎、欸，跌倒了，怎么跌倒了？撞撞！铁皮铁皮！我看不到你的状态，不过我看得到你颜色有变。啊干！射到自己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会射到自己？我的分身射的啊！你也太厉害，也太那个了吧？怎么那么不方便呢？不会啦，我觉得蛮方便的。不过会射到自己是我意料外的事情。啊！分身开着枪。我还不需要花，我还不需要花能量。我的，蛋碎掉了。你们的攻击力都太高了。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拿爆炸性武器啊。欸，第四招是什么？我可以用嘞、欸。践踏，可以把敌人踩上空中，他们会先停在空中一阵子。来试试看。哦吼！欸，真的、欸。爽吧。开始喽，犀牛，犀牛开始爽喽！呀，嗯，主杀杀，哎呦，那个会爆炸！
那哎、欸，你刚刚开分身哦、喔？对啊。但变我有两支枪啊，这支叫 Mirage， 还真方便啊。怪物呢？赵彦祥。我很想说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重点是分身可以跟你做一样的动作，还可以不要，还可以不会耗你，还不会耗你的那个弹药。你要死了！太晚提醒我了，才刚讲完，哪有？至少有两秒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来踩地板再救我！踩地板再救我！我来踩你了！踩了吗？你没踩啊？哎，好挤哦！啊！你死了，我也死了。都死了，你还不踩地板？耶、yeah, ！我踩了，我踩两次哎。你一定没有踩成功。嗯，哪有？明明就有。哇！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要再下面。哦，你给我去死！安上陷阱，我也不知道陷阱怎么放。哎、欸，扛、欸、不死，扛不死，他不会死。可以给阿林放陷阱吗？他不会死，其他的都被定住了，我会砍。来一次，又去死！哎、欸，不见了！啊！你是拿什么？罗丁哦？对啊，练上去啊！上来，上来练啊，不要在下面了、啊。你在下面乖乖跟着你乱跑。那这是最后一只了，啊，算了。好，算我没输。为什么现在才放？才放加速？啊，算了。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我想去看看那个 O 不 OK？ 好。啊。我要先退出，我来试开一下麦块。好，那你也，哎、欸，你的没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我的没有问题。嗯，麦块 1.8， 对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游戏截取给那个。OK， 看一下，嗯哼。哎、欸，耳朵我正常了，正常啊。你连进来吧。哦，我先跟你讲好了，你连进来之后，你点指北针，然后找到 Warlords。嗯。Warlord 进来，你进 Warlord 之后跟我说一声。
然后我现在拿着一个夹子，等我一下。嗯哼，先领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没有声音。嗯，我选一下武器，315+25。说我什么 ？Warlord， 他应该在最下面第三排第二，从左到右第二个。等一下，瞧一下，有吗？等一下，有吗？我肉的一把剑吗？嗯哼，哎，怎么会点不进去？啊，内阁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应该是内阁，等一下。对，我已经在 Warlord 里面了。你在 Warlord， 然后你在第几房？一把旁边最手上有没有一个最右边有没有一个星星？地狱之心啊！对啊，你按右键按下去，你在第几房？他没有动。啊，没有动。内阁。内阁。那你旁边的人有在动吗？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看到你了？我看到你了。对，那是你没错。是吗？你看了，你、oh. 你找到我了吗？我没有看到你啊。你没有看到我，我现在站在你面前。对，我重连。你重连一次。因为这个伺服器起码每一天至少都是一万以上的玩家会在这里面。好，你现在在哪一个？我你在几号大厅？我在3号大厅。3号很多人欸。那我去，你在几号？在1号。1号，那1号的话，那我去1号找你。等等，我不能换大厅。
哎，我看到你了，Hello，哦，找到你了。好，你跟我来，好，那现在，我们先来玩一次小地图好了。哎，等下，你先选择你的那个，先选择你要的角色是哪一个，怎么选？只要对他点右键，然后选择你要的职业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哦，好，OK。女人呢？可以解了。OK，好，那好，所你以我现选，在什么武器都没有。你要，我们玩这个好了，中间这个，你在我身边吗？哪一个？我应该是在你这边的，不过我看不到你。哦，在这对啊，里，靠近他我就看不到来，你。你选从右边到左边第三个，中间那个，哎，不要，好，中间那个，点下去，右键。然后嘞，这房就好点下去呢，就进入房间了。他不让我进入啊！再点，你没有发现吗？有进来吗？没有。Disco 啊，You are trying to do that face. Try again in a moment. 什么？进不来吗？对，进不去。他说什么？对啊。为什么进不去？他说什么？叫我。就是一阵子之后再那个哇！再试，可是我现在也退不出来。右键嘛，没错啊，点了他不让我进去。不让你进去，那你点别的看看。你点其他2块牌子看看。有吗？没有，都不能进去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这边开，我这边要开打了。它上面写什么吗？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写。哦。You are trying to do that too fast. Try again in a moment. 应该没有听错。那这样就很麻烦了。你能玩的我不能玩，我能玩的你现在又不能玩了。有人要偷我们的棋子。好，棋子抢回来。那等等，为什么现在一直听到怪的声音？什么怪？那你现在连进 Minds World 看看。我这边打完之后，我也过去。哦，我杀了一个。去死看看，再看一下。好那个哦，打不到啊！
的对战，你现在那边怎么样？嗯，我重新关掉重开。OK， 你说 Mice World 吗？嗯。OK。哦。我嘞，傀儡又要打掉了。我突然变这么安静，没走。啊？哦，我在很专心打这个。哦 ，Mice World 进得去吗？还在开，全部重开，太可怕。哦，干掉了。哦，要死了！哇！你那边 OK 了吗？还没。嗯，怎么？看模组载入太久了。哦，模组。对，模组装很多。你觉得我要不要问辅组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，比如说从台湾连到香港会 lag 的话，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？其实有，就是 high match 那一类的，看他有没有设置。high match 哦。好吧，因为今天开台感觉乱乱的。是啊，因为原本预设要开这个，然后居然被卡住了。嗷嗷，痛了。可以进去了。可以进去了，好，我等一下马上进来。
我们正在火车很努力的打仗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结束了。好。Good job。哦哦，我断线了。啊，又断线了。我又断线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有线上地图的网址吗？我说他们的。知道欸，不知道哦，那你早说嘛。啊，我丢给你，我丢给你。哦，赢了。哎，好不容易。所以耳朵，你这边又断线了。耳朵。耳朵嘞，嗯，不见了。真的，哎，似乎不正常哎、欸，他们似乎也是连的不正常。我上去上面偷看了一下。你是说其他人吗？对啊，我们上去轮换了，你先关台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下次等到他们伺服器修好的时候，我们再开 ，OK？好了，就先这样了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